非常感谢乡亲们的支持，让我能够顺利连任成功。未来四年将加速地方建设，像南北港、跨海大桥、机场改善、三千吨客货轮等等，也会加速地方的产业发展，扩建马祖酒厂，把世界最好的白酒马祖高粱酒加强行销台湾跟大陆，让两岸的同胞都可以品尝到最好的马祖高粱酒，也会加强观光的发展，让同胞们可以来马祖欣赏世界级的美景，像马祖的蓝眼泪、岛屿生态、多元的文化，像秦壁聚落、大邱梅花鹿等等。